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好，啊，请坐。好，各位同学啊，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啊，这个时间啊，由我和大家来分享咱未来。执政了后，要甲这个已经去予流亡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吞大家密密麻麻这个台湾，未来咱要哪建设啊？啊，有一挂遥控器内部，咱有一挂想法，直接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咱会记哩，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来台湾接管。接管的时阵，伊迄阵啊来台湾的人是三流的人类，这三流的人来管理一流的迄阵啊台湾的日本人。啊！大家发现，迄阵啊，接管了后所产生的情形，咱大家啊，听到咱是大长辈拢捌讲过，三流的人来管理一流的人，所产生的冲突非常非常的大。这些人唔捌字，无知识，水准低，来管理台湾。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受到高等教育的一群台湾人，啊，结果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冲突。这冲突的原因就是不服，什么不服？啊，恁这连铁马都未晓骑的人，连水道自来水是啥物件，就是买一个水龙头，等于插咧壁的自来水就出来，这群人要来管理台湾人。啊、所以三星的效果是啥？三星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起，管理阶层的人和被管理的人看不起，这个社会无可能的安定。啊、所以未来咱要有这个觉悟甲主题，未来咱要来接管台湾的行政工作，咱绝对袂使阁亲像伫迄阵啊，1945年以后。中国啊，来遮统治的时阵，所带来迄阵人的素质，咱未来要管理的台湾，已经嘛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有一个教育水准的社会。咱要去甲这阵人管理，咱有迄个材料无？咱来避免未来在接管的过程当中，佮产生出迄阵啊，中国啊来的时阵，叫人看袂起，而且情形产生。所以未来咱一只所受训的人，都是未来要来接管台湾的人。咱有迄款的材料无？咱有迄款的本事无？大家爱去好好思考这件代志。啊，经过这个阶段了后，未来台湾，咱是希望伊会变作安怎？台湾唔是咱台湾人家己干台湾。都保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台湾人管理台湾，咱来看菲律宾的例就知。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菲律宾人因为美国给伊自独立建国，菲律宾人伊脱离殖民地迄款的生活，开始菲律宾人家己管理菲律宾，管理了的结果安那？咱为结果来看。即卖的情形来看，你看会到的菲律宾的大学生，伊伫菲律宾内底无头路，必须要出去外国做外劳。啊，是安变安尼？
当开始菲律宾伊独立了后，建国了后，伊个经济比迄当时个台湾好足济。啊，是安那物价今仔会变安尼？所以这个地，甲咱讲一个情形，毋是家己个人管理家己，都是幸福个保证。咱变呐有法度保证未来，咱台湾伫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有法度予台湾人一个幸福个未来。我直接要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讲，咱未来是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咱的目标啊，总共是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国家、一流的政府。咱即马所看到的现代化、进步的社会，像美国、像英国、像日本。啊，你的目标伫遐，咱即马来思考，目前去由中华民国管理这个台湾，距离这个目标有偌远？咱这个目标和咱即卖距离，都是咱要努力打拼的这个方向甲过程。今仔日吼，咱用四个方面来看，咱台湾目前和全世界所谓一流的国家距离有偌远？这边咱努力这段距离变那个缩短，这就是咱未来有可能会用甲台湾变作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过程。啊、所以咱用这四项来看，咱和世界一流国家差偌济。第一就是讲经济，咱经济和世界一流国家比起来，咱差偌济。文化、国民能力、甲咱人基本的素质，咱和世界一流国家差偌济。第一来看经济，经济上界好比拼，因为经济有数字，用一个上界基本的数字就是 GDP。这 GDP， 你甲看全世界182个国家有 GDP 的排名，那台湾排第几名？这是2012年的数字，台湾是200出头块美金，啊，今仔日2013年，其实无加进步，吼、哦，可能搁加退步。啊，这个数字呢，是全世界迄阵啊排名第37，182。排37，足算袂歹，但是你也看到后边迄个国家迄、那个数字，哦，你都唔敢看，迄款数字是咩啊生活？好，你也讲20000几块美金，感觉袂歹，咱来和其他国家来比，咱来看这个国家澳洲，澳洲和咱上甲有法度比拼，是安那？因为 GDP 是算人头，每一个人生产的金额偌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偌济。澳洲伊嘛2000几万人，台湾嘛是2000几万人，平平是人，人伊一个人赚的钱是咱的三倍，搁较济。啊，差别伫在，咱来看美国，美国因为人较济，伊几亿个、几啊亿，所以伊遐个熬赚钱的人，去予一挂人甲救落，但是去看哪救，嘛咱的2倍以上。日本嘛，咱的2倍以上。咱来讲啊，和咱差不多的韩国，韩国一年一年更加进步。咱台湾拢停伫遐啊，所以咱台湾伫全世界这一流的国家内底来比，咱差伫倒。这个差的所在，就是咱来努力的方向。咱和澳洲比。澳洲嘛是2000几万人，是安那伊一个人会赚比咱较侪钱？来分析澳洲的经济，其实伊70%伊的 GDP 拢为带来，为观光业来，为服务业来。伊服务业是啥？伊讲高附加价值的观光业、的服务业。啊，譬如讲，咱知澳洲有足好的天然的资源，有足水的风景，有全世界唯一的大堡礁。啊！即卖想讲，哦，即世人绝对爱去大堡礁，听讲遐有一只大只石斑，比人较大。即世人一定爱来遐参观一下，看啥物叫做比人较大只石斑。哦，你着坐无人机，坐无人机，你想讲啊，我无人机钱、机票钱，互家己赚，你坐长龙诶。但你无人机飞落澳洲诶机场时，即个无人机就爱开始甲澳洲交钱。飞人机飞来澳洲的飞人机场要纳税金，你来澳洲了后开始吃，
伫遐住爱开钱。你讲要去大堡礁，毋是讲巴士坐就得到，迄伫海咧。所以你要去大堡礁，你必须要去租船，爱去坐船。啊，坐船你讲哦，说去你就跳落，家己要去找只大只石板，你找无，必须啦，啊有人带。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请教练。啊，你去你毋是讲游泳裤穿了，咚跳落就用去找只石板，无法度。你要去租装备，爱租畅水的装备。安尼你扣扣加起来，你去澳洲，你无可能讲当天来回飞去看只石板 AM， 可能叫佫坐得倒来。你只要有畅水，你都袂使24小时内底坐无人机。所以你伫澳洲讲啊，远去啊，至少去啊，哦，一个 course 安尼算算诶，你看你要开偌侪钱？澳洲用伊天然的资源，互大家去遐耍，耍了后咧，迄只石板含你欣赏，欣赏上了后，迄只石板游玩观赛。过来，哦，一批观光客过来，下面欣赏游玩观灾。台湾的石板拢伫倒，台湾的石板拢是倒顶，食一只就减一只。台湾的苏科这鱼啊，拢是想讲哦，安那煮较好食。但是对澳洲来讲，伊的天然资源拢放伫遐，啊，人客来转去，遐物件拢无实的，无起价去。这是澳洲经营伊的高附加价值的观光业所做的方式，人来人去，遐物件游玩观灾，钱继续赚。台湾有迄个资格含迄个本钱来赚这款钱无？咱较定来介绍咱台湾的一寡天然的资源啊。所以，这个澳洲成功的概念，予咱做一个足大的启示。咱若要存澳洲，咱平平拢2000几万人，伊有法度赚咱3倍的钱，伊是安怎赚来？伊当然有足空旷的所在，伫遐饲羊、饲牛，啊，但饲羊、饲牛，伊所卖的价格，毋是伊 GDP 的主要来源。其实，伊 GDP 主要来源，咱头先讲，就是来互人观光。台湾有即个本钱来做即款代志无？啊，是讲台湾即马所发展的，拢是啥？哦，石化工业，拢是啥？拢是哦，机体电路，叫电子工业。即个电子工业，予咱台湾赚足侪钱，但相对的，即个电子工业伊造成的污染，嘛是咱台湾付出足大的代价。啊，所以台湾伫经济上，咱输人输较侪。咱讲讲澳洲，平平咱较侪人，咱免讲含伊变做安尼，咱若有法度加一杯，台湾就加足好过。咱有法度无？咱未来经济也要存。平平较侪人的澳洲，咱咩啊来来做？经济要好，要歹，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科技，美国人卖咱12只 P3C， 啊，佫是二手货的、二手的、用过的、用20年的 P3C， 卖咱偌济？12只，卖咱600亿台币。600亿，要叫郭台铭卖偌济物件，到我都赚600亿。人卖物件是安尼，啊，咱卖物件，哦，迄叫做血汗钱、血汗工厂，就是做甲要死要活，佮赚咧薄薄的利润。差别伫呾，差别伫科技的程度。咱今仔日台湾经济要强，必须爱科技爱有法度发展。啊，是咱来含美国同款吗？咱来看电工哦，咱做个战斗机，全世界咱是上界高飞，上界高烧钱，敢是安尼？无一定呢。伫生物学内底有一个观念叫做 niche， 这个观念就是讲，伫这个所在有4种无同款的鸟啊，住伫一张树啊面顶，这鸟啊自然地伊会去家己分区域，有人住伫树啊顶。有人住伫较中诶，有人住伫较下骹诶，大家袂去住小塔，是啊，住小塔就会竞争，竞争你诶存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自然伫伫一个环境内底，生物有迄款本能，伊会去找出一个环流，互伊来发展，互伊来生活，减少含别人诶竞争。生物有即款本能，咱人未来。
发展咱的科技，发展咱的产业，嘛有这款概念，就是去找一个别人无的，咱特殊的，有法度生存的这款的产业，含咱竞争落，就要看你有偌济钱，你有偌济人。所以科技未来的发展，唔是做像哦美国听讲十二只 P3C 会用卖600亿，咱嘛来发展迄款物件。来向美国拼，哦，伊卖 P3C， 咱卖 P4C， 啊，看平平哦，一只飞机用不遐济钱，咱来赚一款钱。未来科技的发展，唔是要向人拼，必须要咱找一个咱台湾适合、咱有比人较强的所在来发展。科技是代表一个国家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有科技，你有技术，别人无的技术，人需要的技术。你搞到看轻科技，啊无，你就像含郭台铭同款，只要压迫伊个员工加班，利润用个做波去做代工。代工你要做偌济，搞好多人卖一只 P3C， 还做较细。啊，所以人美国赚的是啥？轻科技，伊用头壳，用头壳发展出来物件，卖你贵贵，因为你袂晓做嘛，你无迄技术嘛，你只好甲买。所以科技未来是台湾。发展经济发展一个足重要的所在。第二个就是要有规模，要有规模，咱拢有一个经验。咱是差不多20年前，伫咱大个附近，拢有一种店叫做干妈店。干妈店佫过来就变成一般个超市。哦，啊，家己一个楼卡哦，徛街透天个楼卡就做店。啊，卖啥？啥物拢会用卖。啊，到尾即个店一间一间拢无去，啊那无去，去有 7-Eleven 全家、莱尔富全部取代掉。啊，即差别伫倒？你家己开一间干妈店，你伫遐卖古早时代无问题，因为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是家己一间。但是你变做一个连锁的时阵，伊规个产业的规模变大。伊个成本降低，你遐干妈店只好一间一间关起来。所以产业个规模未来是经济发展一个足重要思考个模式。咱袂使阁大家哦，阁开干妈店迄款想法，我着要做这個，伊也要做迄，啊，大家做每一个人做个规模，你用赚钱有限，你个成本拢重叠。啊，你啊产业有一个规模时，你个成本着用加啊加个。大家加起来用共同的成本靠用降低，所以经济力的强甲弱和你的规模有关系。你的规模不够，你就叫大的吃去。美国嘛是安尼，透过这款的并吞，伊和美国愈来愈强。你无够竞争力的，你规模小，就叫规模大的给吃，一直吃。吃到尾啊，规模大的，伊的成本低，伊搞到含国际来竞争。第三个就是啊，产业的特色。一个经济规模，咱头先讲的 niche 就是这个概念，爱有特色。咱唔是看人赚钱哦，啥物会赚钱，咱就含咧拼迄台湾人定定做一款戆代志。即马种啊，高丽菜一粒200块，哦，好赚。大家拢去种高丽菜，种到尾啊，一粒变5块，个来想讲啊惨啊，那会去种较好个，要卖时一粒剩5块，啊要种个时一粒是200块，大家那会安尼想，就是你无特色，你敢想要对含人同款，人你趁钱，你酷酷装，含人去做同款，想要趁钱，你就会趁无着钱。这个产业个特色，就是讲咱台湾未来爱找出咱个含人无同款个 niche。含人无同款发展的范畴，啊，即内底台湾会用发展的啥？第一，就是像澳洲安尼，澳洲有大堡礁，台湾的台湾有三个所在，一个就是垦丁，但是垦丁因为本岛面顶拜六礼拜啊，还是较长个假日，垦丁拢客满。垦丁的珊瑚礁本来是含大堡礁，是全世界两个唯一的。珊瑚的种类超过100种诶，啊！但是即卖因为垦丁去有较侪观光客吞大家，珊瑚的种类
愈来愈少。虽然有较少，但是嘛比全世界其他有珊瑚的所在加足些。所以，咱有迄个本钱来发展高附加价值的即款服务业。大家毋知怎样无？英国有一种兴趣，有一阵人的兴趣，就是你看鸟啊，去看野生的鸟啊。伫咱台湾有一种鸟叫做蓝腹鹇，迄是台湾的特有的品种。英国人甘愿开10万块，为英国飞来，请导游。叫导游带伊去山顶看鸟，一个人开10万块。所以咱台湾有即款的本钱，是咱拢毋知影，咱嘛无去开发。结果咱卡拉布拢是趁迄个利润正低，上届免用脑筋呢，来大饭店，就含做了别人同款，做一个游乐区，偏偏要游乐区人来台湾创啥？全世界迪士尼几个所在，伊来台湾设立即款游乐区创啥？台湾的特色在哪？台湾的特色你也无提出来，你无来台湾，你都无看袂到，你也无即款的，食袂来。你同款含美国、含东京弄一个迪士尼乐园，人来要创啥？所以，咱必须要有特色。这特色爱把咱的附加价值爱甲找出来。其实，咱台湾有足大的本钱，会用来发展即块。第二点，这三个特色就是咱台湾特殊的气候。台湾和全世界、和澳洲来讲，其实咱和澳洲有同款的一款的特色、特殊的气候。澳洲南甲北距离足远的，伊北边因为是南半球，伊北边足接近赤道，足接近赤道就是热带。伊南边伊纬度真高，已经接近要咪温带。所以伊是一个平行的，所以你去澳洲佚佗，你用看到无同款气候的迄款的景致，无同款气候迄款的生物。南半球有即足侪特殊的生物，你伫北半球看袂到的。我一年去澳洲开会，坐游览车伫交通的时阵，下晡差不多4-5点，食暗顿的时间。司机甲阮停一个休息站，互阮食饭。阮食饭落车时，我看到一丛树啊，边仔拢无树啊，迄丛树啊，差不多7楼高，直直直。我奇怪，迄丛树啊面顶是开花还是安那？那有青的，有红的，有绿色的。结果注意甲看，规丛树啊拢啥？金刚鹦鹉。迄是台湾伫北半球，恁无可能看到的景致。规丛树啊，因为天要暗嘛，金刚鹦鹉拢等来休息。伫台湾看拢触角鸟啊，迄规丛树啊，你敢知影金刚鹦鹉足水个，规园区那圣诞树个，规丛树啊拢迄款鸟啊，你伫遐到都看到即款景致，迄就是伊个特色，伊个特殊个气候、产生个生物含咱遮无共款。台湾嘞，台湾虽然无像澳洲面积遐尼啊宽，占个纬度个范围遐尼啊宽，但是台湾管，咱台湾为平地，为乡村开始看，乡村是热带。你个爬去山顶，大武山爬起哩，差不多100公尺开始个去海顶个，骨较悬，咱上悬有加寒带，玉山3000几公尺。所以台湾虽然面积无遐宽，但是台湾有所有地球面顶热带、温带、寒带。无同款的气候，无同款的气候，就产生无同款的生物的生态。所以来台湾，你讲我来台湾，会用看到全世界足侪种无同款气候内底生物，伫台湾看得到。伫台湾，你讲要去海边佚佗，咱抬头看，咱确定来看咱台湾的海。伫外国，伫澳洲，你讲我要来看一个无同款的海的景致。你坐车坐足远，台湾的，你坐一年，台湾你坐一年，那四边拢是海，四边拢是海，所有海的景致，伫咱台湾拢看得到。所以一年只要2天的时间，你全世界无同款海的景致，包括一挂特殊的，譬如讲海底温泉，海底有温泉，你去孤山岛，你就看得到；伫绿岛，你嘛看得到。
伫孤山岛迄海底温泉，佮全世界无人安尼。啊，所以台湾有足侪种特殊气候产生的特殊的景致佮生物，会好咱有机会来发展咱特殊的啊这产业。啊，佮伫台湾伫山顶。有一年国科会甲阮遮个专家召集去，讲咱来讨论咱台湾特殊生物啊，要来研究的时阵，有啥物项目无共款的？结果讨论出两个结论，一个就是珊瑚礁，伊全世界咱加拿大、咱含大堡礁共款，有遮尔啊侪种无共款的珊瑚的生态。第二种叫做云雾生态系，对大蒙大雾的生态。大蒙大雾形态伫咱的山顶，咱有当时啊伫较悬的所在哦，会再是伫大蒙大雾。大蒙大雾对一个所在来讲是足特殊的，全世界无几个所在会存咱安尼。咱大蒙大雾了后，咱发展一个生态，的产业就是茶叶。所以咱台湾茶叶较有名，毋是讲哦咱熬种，是因为咱的客观的环境有法度，或者茶叶生了。做出来的茶叶啊，咱的茶叶含量不同款，这就是咱产业的特色。咱必须要了解台湾含其他不同款的所在伫倒。啊，所以咱若为这个角度来思考未来，咱要经济要有法度发展，那都对着世界一流国家的水准。啊，咩啊对？爱为这来思考啊。毋是你对全世界讲哦，啥物产业，看要怎么去赚钱，咱咧对。咱伫台湾农业已经吃亏吃足侪啊，咱毋好阁重蹈覆辙，阁来一届。人啥物咧赚钱，无代表咱有法度赚着迄个钱。咱有迄个技术无？咱永存 IC 产业是规旁为外国、为美国叫张忠谋规个技术提倒转来，开始来做。啊，是啊，别人不爱做。不是人无迄技术呢，迄技术美国拢有呢。美国要有你台湾做，啊做迄结果呢？虽然吼台湾赚足侪钱，但是你知影做晶体电路、做晶片呢，爱用足侪水，污染足大诶。啊，即个产业是未来咱想要发展的吗？我常常问东心一个问题：后摆咱是要予咱的子孙活伫工业区？也是要活在公园，你若要活在工业区，就会像现在发展的模式啊。哦，石油，来赚石油的钱，哦，五千、六千、七千、八千，哦，国光石化一直不累，花在遐钱轻巧嘛，简单嘛，遐个技术拢足成熟嘛，遐技术拢无啥物专利嘛，咱只要牺牲咱的环境，咱就或者赚到一罐钱。咱来乌石油，乌石油先一定要烧。爱把遐油气烧掉，啊！你也想看啊？放伫台南啊，甲乌一百口井啊，不管是都一个井底咧烧，你想看咱台湾的环境会变安那？咱若要赚迄款轻巧钱，台湾未来就变作一个工业区。啊！你敢要咱未来子孙是住伫工业区，还是像澳洲安尼？咱来赚一寡较清气的钱，互子孙会用住伫公园内底。我讲一个咧。因为我永春的工课常常去唱水，我熟悉一个在垦丁恒春在那带我去唱水一个教练，只要20年前他的收入一个月超了10万块，所以厝一直买，他的工课是什么？人去那里他有厝给我们住民宿，带我们去唱水，做我们唱水的装备，他一个月赚10万块，唱水是他的兴趣，简单讲，伊去工去做工课，厂内起来都有钱拿呢。啊，底下风大，冇钱的收入。啊，普通时也无人去做啥，拍球啦、佚佗，这款呢，就是澳洲人的生活啦。大家之前捌看到哦，广告讲全世界澳只好康的，达康厂水去看遐生活，安怎么一年的收入100万，大家拢去烧钱要做遐。咱台湾嘛，有法度发展这款的产业出来呢。规天拢咧佚佗，但是钱赚足侪。大家要爱安尼，也是讲大家拢要爱，大家拢去工业区，啊，都要戴口罩，哦，啊，规个空气污密嘛，啊，无半步赚一点仔钱，
一天做到要死的，回来连休困都无力，连看一个电视都无力，大概要过一关生活，还是要对过成澳洲呢？对准我迄个乡村的朋友呢？大家拢在佚佗，啊，结果一个月收入十几万，这就是产业的概念无同款的时阵，你所产生出来百姓生活是无同款的。第二，咱未来台湾，咱文化之地，咱要安怎来看？咱和世界一流国家差别伫倒？文化，咱用四点来看。第一，什么叫做文化？代表一个所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伊有动人的故事无？有人听着讲哇，这样真趣味，有人听来感觉讲这个故事，你代表这个国家，你会感觉讲欣赏这个国家。第二，就是有水的物件，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发展出来无？什么是水的物件？譬如讲有画图无？你有看什么图，让人感觉讲哦，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正是不简单。有人有法度画这水，全世界拢认为水，还是音乐，还是自然的风景，大家讲全世界家恁有水噶，大家拢爱来看。一世人爱来只行一界，看这个风景，噶有法度啊，感觉这个一世人无白来。第三就是古早时代留落来物件。古早时代住伫遮的人，伊的水准留落来记录就是古迹。遮的人的水准是啥？予人来看讲，哦，恁遮这个所在永存的人，遮久以前，遮尼啊原始，都遮尼啊好的技术，爱思考，爱物件留落来，予别人看。第四，就是你都市的迄款景致。都市的景致，予人看起来，感觉讲哦，这个国家进步，而且国家真乱、乱恶、垃圾、恶杂，这四项加加起来，代表这个所在文化的水准。咱来看台湾有动人的故事无？台湾因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咱分袂清楚什么叫做台湾的动人的故事，还是中国的动人的故事。咱讲咱的教育内底，教育予咱的足侪拢是中国的代志，中国的故事。啊，这某种程度代表台湾。大家看到这，外国人有诶嘛来看这啦，看到啊，有恐怖台湾有即款物件。你看到这，是予感觉你会欢喜，感觉水，还是感觉会惊吓？恐怖，哎呦，别使做歹代志，伊会来解掠。咱台湾有这個，台湾嘛有这個，这是原住民高山族的一挂祭典。原住民伊伫台湾啊，咱了解足少。啊，即马渐渐一挂原住民的传说，一挂故事哦、因为透过一挂原住民的角色，把这些物件一直变作文字传出来。啊，透过因的祭典，因是安要做这个代志，是安要跳这个舞。对台湾来讲，我感觉这个是代表台湾的特色。它多些是汉文化的结果，汉文化留来物件。咱来看英国，我常常爱用英国做例，因为我伫英国住过，我伫英国住四年，我伫英国所看到的，这就是我梦中的国家的迄款啊水准。英国有动人的故事无？这是什么所在？这是白金汉宫。白金汉宫就是因皇帝住的所在。皇帝伫英国作者故事，伊迄个故事，予人感觉哦，足想要去了解。伫这个所在，作者王子甲公主的故事，作者过去历史留落来故事，予人感觉这个国家非常有趣味。在英国，包括几个故事，都让人感觉真正有意思。我当去英国的第一个月，朋友小姐讲：“行，哎呀，咱来做一个活动，讲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 Ghost Walk。Ghost Walk 是创啥？就带你去看鬼咧。英国鬼寥寥，四界拢是鬼，但是因的鬼含咱的拿刀子，
含咩弯死哦，死到尾啊，佮唔甘愿，下暗时拢来解救卡迄款鬼，无共款。迄天去参加 Ghost Walk， 我感觉讲，原来英国对鬼的观念，其实含咱完全无共款。Ghost Walk 是一种慈善的活动，就是讲伊替人募款，啊有义工带做导游带人去看即、這个所在。我迄阵啊啊，伫英国迄个约克 York 读册。迄是一个足够的城市，迄是罗马时代，定来战争，定来死人。啊，伫遐导游就一个拍波头前一下，啊开始行。哦，这张纸话吊死一个人啊！如果讲如果啊，大家其实看起唔是惊吓，是伫遐想讲当时鬼会出来。啊，行行行，到找到尾去倒呢？去一个家格，英俊的家格，即卖市政府。啊！迄、那个家家头前，伊迄个阶梯哦，伊足悬的，伊差不多一层楼，伊个阶梯叫一层楼，以上才开始起，因为有地下室。我弄徛伫个阶梯啊，那边摆摆摆啊，都有徛伫上一卡。我后壁暗面蒙说，啊，结果伊开始讲的时阵啊，我奇怪啊，边哪有人徛入来？因为弄头拢看头前，边人徛入来，忽然间你看咧，就你就开始听到尖叫声。啊是安那？因为已经跳毛义工。已经拢安排好啊，穿啥？穿你伫外国看到跟，恶魔使者穿白袍，头砍掉举一支镰刀，啊，就为后壁蛇蛇蛇蛇，就他插入人群，啊，大家听啊，聚精会神的时候，忽然间看到边啊，那出来一个鬼啊！哦，大家哎哎哎了，结果是啥？感觉足趣味，伊把头巾摕落来，哦，大家完成最后一站，迄就是英国的 Ghost Walk。好，你感觉讲哇，鬼唔是遐尼啊恐怖，鬼是足趣味的，鬼佫有梗，佫有法度设计一个节目，好你做这个活动了后，来伊会讲今仔日啊，我来带大家来看这个鬼啊吼，是希望替，比如讲心脏病人募款，肺囡仔募款，哎，就讲啊提出来，大家就真乐嘞。这包括鬼啊故事，都有遮尼啊趣味的代志。咱来看艺术，咱来看这张图，大家拢知影这样画嘛，对吧？够人唔知影，唔知影，我啊昏去。这张是梵谷，梵谷你唔知影？梵谷是荷兰的画家，全世界有名，伊的画是贵三三呢。我伫荷兰啊参加一个开会时，我有去伊的博物馆参观过。啊，结果博物馆的人啊，我去听到一种讲法，伊是那梵谷的画会遮贵。这画图要贵，有两个条件。当然，基本伊个画了人会介意，连大家足济图，大家拢会介意。但是有法度炒作，变作有价值的物件，有两个。第一，画家爱死啊，这画家翘起啊，翘起就用布啊，到这为止哦。两百度，两百度就全部啊！因为伊翘起啊，伊袂阁画啊。第二，就是爱画足侪白啊，所以即白摕出来一直画画画，画来继续。第二白出来，会用画愈较悬。啊，你若讲一百个图，感觉互人有价值，迄百图看那差都差袂悬。梵谷的图全世界差甲足，价值足悬的。伊摕出来，所以全世界知影看了这個、天空会旋转。这家梵谷画得出来呢，啊！现在天空的旋转，我都开始去研究讲，啊！以前呐，伊是他个叛逆哦，唔是，伊迄阵已经起效啊。梵谷到尾把家己耳啊挂落来，因为啥呐？伊的创作甲瓶颈的时阵，艺术家拢是安尼呐，压迫家己去突破，啊！突破到尾，伊所看到的天空拢是旋转的，这是个特色。你也看伊后期的画，拢是画安尼。所以看了这张图，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拢知影，哦，这个梵谷伊是荷兰的画家。咱台湾有这款画家无？看了这张图，大家嘛知，全部去法国去博物馆看，一定爱看这张。你也无看这张，等来讲啊，你有去也无？这张就是去啊，要到此一游，翕等来相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大家看了这张相片，拢知影像画，拢是倒一个国家，倒一个所在，放伫什么什么所在？
台湾有无？咱台湾有多一百度，互全世界认为讲，哦，这個、台湾某一个作家画，互全世界认同，这是水的物件。啊，这张本来是一个要放一个音乐给大家听，啊、因为我每一届拢摆伫郑州长的后边，啊，伊拢放了，啊，所以我就免放。这就是八部合音，全台湾其实有一项八部合音伫。奥运八做开幕曲，伫奥运迄款世界比赛运动会内底，互人提出来讲做开幕曲，这就代表啥？去互认同。人感觉这是好音乐、好听的音乐、水的音乐，有法度代表全世界人类，互大家共同欣赏的。八部合音，这是台湾目前咱所看到有互世界认定，而且。去世界舞台表演过的物件，咱来看自然的景观、自然的风景。咱台湾有迄款的本钱无？咱头拄仔讲，台湾虽然面积无大，但是咱山高，咱山高都造成足侪种为热带、温带、寒带拢有诶景致。玉山是咱全世界迄阵要选。啊！全世界景致排名，咱有去排到顶。咱的海，咱头拄仔讲，台湾虽然真小，但是全世界所有海的景致，差不多大部分拢有。这个沙岸，啊，有个啥沿岸，伫咱的东边、北边拢是沿岸。咱嘛有红树林，伫淡水，啊，搁伫台南拢有红树林。啊，咱嘛有西湖，啊，嘛有迄个海底温泉伫。迄、那个鼓山岛、伫绿岛，拢海底温泉，啊，咱嘛有珊瑚礁，啊，所以全世界有多一个所在，你安尼一两工，互你迄个所在摄一日，全世界所有海景致拢看会到，敢若台湾岛，一般有岛属的国家，因拢是真平，因拢无悬山，啊，所以伫遐你敢样看到哦啊有。沙滩，譬如讲你去东南亚，去遐小岛度假，啊，你所看到啥？哦，珊瑚礁、沙岸，伫遐烧水，你敢有法度爬山？无呢。但台湾足细个所在，有法度全世界，你要佚佗无同款的性质的游览观光，咱拢有。所以这就是咱的特色。你看咱的山顶有瀑布，这高山敢有即款物件呢？咱有足水的生物。哦，咱地质海底，这就是啊，咱的珊瑚礁区。看珊瑚，我唔知影大家有即款经验无？你也去水族馆，譬如讲咱恒春车站有一个海洋博物馆，你去遐看，我安行行行一阵，倒一位上水，对珊瑚礁区，因为全世界海内底，色上介侪种生物的形态上介侪种。对珊瑚礁区，一般大洋的看鱼啊，拢是银色的，结果有一个乌的，啊，所以大部分大洋还是讲伫迄个江水的大部分拢乌白，彩色的，色较奇奇怪怪的，看起来拢唔知啥物物件，足奇卡的，拢伫珊瑚礁。所以咱台湾的生物足侪种，珊瑚礁是一个足大的宝藏的库。啊，你看英国咧。英国的主人的景观，这是巨石文化的时代留下来物件，这叫做 Stonehenge。在伦敦的正手边的所在，在坐车大概点外钟，遐只旷野啊面顶，这每一支石头拢起来都要三公尺，踩起来跌的无几卡，都卡出来了，个土跌就好啊。车门这支安那扛起来？这支横的卖三公尺，爱吐去咱人摊袂到的所在，啊，有法度放伫面顶摆个坐坐。伊这本来啊吼是一个圆箍啊，面顶弄安尼横的摆个好好好。咱台湾有一个人何显炎教授，伊咧研究台湾的上古的历史，台湾嘛足侪所在有即款的巨石文化。咱今年。台风的时阵，伫家人无一块石头，位头山顶落来，甲一台车撞一下，哦，猫一半，大家爱记得这個新闻无？
迄粒石头毋是普通的石头呢，迄粒石头是一只鹰啊，迄是人藏起的，迄是咱永存住伫台湾的足久足久以前的原住民藏伫遐，迄个巨石文化一个代表。啊，谁也知影，到尾啊，家人市政府无把迄个石头村的弄个看好清气，看好清气，佮发现佮下骹有地基。迄、那个石头下骹有六支骹插掉的，固定迄粒石头。所以石头迄毋是天然的，迄是人藏起的。到尾风化风化，再落来去撞到迄台车。啊，即摆迄个石头已经无去啊。所以台湾嘛有即款的巨石文化，因为咱毋知影，一直感觉讲哦，迄天然的，啊，迄个石头像一只鹰啊，迄个石头像一只龟，迄个石头像啥像啥。其实你也去个研究，有可能拢是含英国这款巨石文化同款，是永存住伫遮的人，咱台湾的祖先留落来物件。啊，结果咱也毋知影，啊，当作一粒普通的石头，人英国把这个留落来，这是啊去英国旅游一个足有名的观光的点。啊，当年啊春天的时阵，都有一群人来遮。要想要和外星人搭上线，因为这磁场听讲足奇怪，啊，透过这物件所衍生出来的传说，拢是观光的一个啊卖点啊、哦。这是英国的郊区，你唔好看哦，这是足特殊的。我伫英国，佮发现讲一般拢安尼啦，你只要车开出去，城市外口拢差不多安尼啦。因为英国是一个古老地形，古老地形的意思就是讲，迄、那个地形足老足老足老老干呐。咱台湾是新生地形，新生地形的位海底浮起来，阿袂稳定，所以台湾才那地动。古老地形用浮起来，到尾又搁渐渐稳定，稳定搁沉落，沉落了，只看的景致拢是咱啊，伫台湾爱3000公尺以上的山顶，到都看起迄款。啊，开阔地形啊，所以英国足济所在去凊彩拢是安尼，所以你会感觉直接大较像人的世界。古迹，咱来看这古迹，这古迹你个看这啥？这咱台湾的庙，你个看这啥？这日本的皇宫啊，差别是啥？你个看咱台湾迄古迹留来物件，那内底拢暗暗、破破烂烂，啊，勉强留落来。哦，讲上水的，迄庙内底迄藻井，哦，迄天井遐面顶雕刻的物件，足水足水，但就是靠咱台湾烧香，哦，烧金纸熏甲乌嘛嘛，啊水嘛水袂出来，咱敢无法度像人日本安尼，甲遮用甲那纯艺术品留落来物件，代表永存人的水准，咱的水准和日本永存人的水准差别伫倒，你看起来感觉，你就感觉会出来。英国是另外一个典型，这是你也去英国观光游览，会定定去带你去看这个所在。啊，台湾人叫啊，无代无志，带我来看这破厝创啥？旅游的一个点叫做 relic， 叫做遗迹。啊，这个、遗迹是啥？就是英尊，这是英尊的古堡。这个、所在是倒，这个、所在就是尼斯湖水怪，迄尼斯湖的海边呐。我迄阵去佚佗时，把这个翕起来。啥物翕这個？主要要翕这个人。因这个所在已经拢变废墟啊，但是伊透过这款营造，把这个人伫遐奔苏格兰地，好贵个景致，大家行到这下时，拢感觉等于历史同款。伊个感觉，这个所在毋是废墟。伊感觉这个所在，这个拢个补起来啊！这个所在是原来迄个古堡的形，人伫遮住，透过音乐，透过环境的营造，大家来到遮，感觉讲已经等于到古沙时代，遮个是有一个皇帝住的所在。这款和这个当地的英国人和伊的土地产生连结，所以。咱平平留落来物件也像安尼，咱敢有安尼做？咱落去看，安尼那破破烂烂，就是废墟。但人废墟有法度营造，甲互你个感觉完全无同款。这是另外一个。迄伫我读册迄个所在，
这是一个古堡。这个、古堡是用准备防止罗马人来拍下，拍出英国人拢走入来对比。这个叫 Cliff Tower。你也去英国旅行，这个所在绝对会带你去。啊，这个所在有啥？我有一届专工入去看，内底空空，啊，无厝顶，啥无厝顶？因为英国永存这款物件，厝顶拢是用银做的，银有价值的物件，战争伊也去用拍败，这个所在第一会用提掉，就是遐银，银会用做足侪代志啊。咱来看街头。街头的情形，这是伦敦，这是伦敦的另外一个所在，吼、哦，有一款教堂。咱来看这個，倒位看伊嘛，知影这是台北。过过来，这個，哦，你会看它奇怪，但它都看英国，嘿嘛是商业区呢。哎、啊，你看棒呢？到尾我发现看棒官来拢走来台湾，台湾的看棒。安尼，互人感觉是啥？你看东南亚一个落后的国家，拢存安尼。这是咱未来想要变作一流国家，真正爱改变的代志。咱的零点啊卡，日本时代替咱台湾设计零点啊卡。零点啊卡，日本时代的设计原因就是，这个所在常常有西北风，常常西北风，后零点啊卡人有法度伫遐避雨。所以都市计划迄种设计零点卡，你看英国因无零点卡，台湾零点卡对咱来讲是因为气候，咱有即款需求的基础的方式。啊，过来，咱要利用这個，哇，大家哦，卖面的都要伊也摆出来，卖衫的衫拢摆出来，结果零点卡拢变作引导。我伫屏东看到一间上趣味，两间隔壁卖一模一样的物件。拢卖面，内底卖菜都拢同款。结果，伊甲零点啊，较用砖啊，甲砌起来，两边分做一边一国。吼、哦，啊，台湾就是安利用零点啊，较利用啊，规个都市，你有感觉，这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嘛？这哪有成一个一流的国家？不过，咱来看国民的能力，吼、哦，国民的能力，国民的能力用啥物来代表？咱台湾人厉害无？咱台湾人常常看到报纸面顶讲，哦，咱搁是日内瓦发明奖，哦，摕28块金牌，哦，安尼出国比赛摕金牌，倒转来台湾人牛，这款牛敢是真正牛？这款牛是代表啥？代表你有法度，把这个麦克风，搁加两个时代，好给他做玩具，发明是啥？原来有的物件，你加加工，日本人进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款上牛，伊就开始人发明啊收音机，伊就把收音机愈做愈细愈做愈细，细到尾变作随身听。啊，但是伊有法度为咱用卡带变作用光碟无？虽然到尾光碟是日本人发明出来。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台湾人有法度无？发明就是像这样，你把一个已经有的东西开始改善改善改善，还有用原来的东西做不同的组合，你把东西做出来，哦，感觉好用，这就是发明。这个展出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力来说是第二顶的。你想说全世界一些厉害的国家，美国、英国，啊！因靠提这块来电，啊！奇怪，那发明就弄许台湾人提起，啊！美国人那输咱输哈济，人美国人无哩无哩注重这啦。因注重啥？咱用啥物来看国民的能力？简单讲，啥物人有法度创造新的概念，创造新的物件，人类唔知影物件，这较有可能是一个一流的国民能力。这种生命来做评断，你的国家内底有诺贝尔奖得主啊无？咱台湾讲有，咱有李远哲，但是李远哲伊的诺贝尔奖唔是伫台湾做研究呢。伊虽然伫台湾读大学，啊去美国，伊的诺贝尔奖伊的研究是伫美国迄种环境甲做出来呢。李远哲所做的研究，伊要用的机器。
伊要分析伊所要看的遐个现象，全世界无公司有做番机器出来呢。伊为着伊的研究，家己开发新的机器出来呢。啊，伊安尼做，台湾有法度配合无？无可能。台湾敢若有法度甲诺贝尔奖得主的潜在人选甲扼杀尔啦？是安讲？你要看即摆国科会所通过这计划是安怎来的？是透过一挂派系学阀，大家分赃讲哦，我分几千万，你分几千万。顶顶礼拜，哦，这个月十一月月底，有一个人叫做胡什么兰，哦，我煞袂记哩。永春啊，迄，那个教育部长下某，伊是做脑神经科学的，结果伊去国科会申请计划做啥？原住民的研究，一年偌济千几万，啊，予人感觉奇怪。即马国科会，你毋是讲无钱，足济人要研究拢无钱，你予一个做神经科学的人，啊去做原住民的研究，无你是知影原住民要研究啥无？是安那伊有法度摕到迄个钱？大家不服，不服不哪不服嘞？即马是国家是因的呢，钱是因管的，你不服只有不服尔，你无法度伊啊。所以咱台湾有法度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无？我认为这是咱未来要成为一流的国家一个标准。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伊战败，伊为着经济要恢复，大家咧做啥？迄阵大家拢叫日本人叫做 Mr. Kobe， 大概研讨会人的心。一寡啊新的想法、新的发明、新的做法，一研讨会，日本人来参加，大家拢带相机来，一张出来，吼噼里啪啦，全部闪光灯拢倒，你听啥？甲人的想法、人的做法，拢甲 copy 去当日本，啊，甲遐物件改装一下，开始卖，因赚着钱，但是迄段时间，因向讲 Mr. Copy 的时，日本无诺贝尔奖得主。渐渐，因经济好啊，因的日本的学生也是博士毕业了，拢去美国进修，去接受人的想法，研究这个物件无法度放假的，研究这个物件教袂出来，研究这个观念甲这个能力是爱有环境的。我伫台湾，我读个研究所。啊！结果我去英国留学的时阵，我发现讲，我伫台湾，我家己感觉我足厉害。我去英国的时阵，我才知影讲，我所谓的厉害，只不过只是一个高级的技术人员。我做够做研究，其实所有做研究，就是我会晓操作仪器，我会晓甲代志做够足清气，我甲数据做够真水。但是做出来代表什么意义？我迄阵啊，台湾的指导教授，伊是。日本留学的，伊是旧日本迄个时代的。伊定定甲我讲一件代志，我做学生的时阵，我认为讲对，伊讲的是对。伊讲美国人、英国人，因咧做研究，做一分讲十分，做到臭蛋碰风。阮日本人，伊拢讲伊是日本人。阮日本人做研究的态度是做十分讲一分，阮做保守的，讲出来就是对。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个观念让我认为，哦，原来是安尼，听甲啪啪啪。我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发现讲，我老师讲这句话代表意义啥？其实日本人做十分，敢讲一分，原因是啥？伊袂晓讲，伊唔知影啥物叫做研究。你做一分，做十分，讲一分，就是你唔知影要敢甲你做出来物件，讲一个道理予人知。啊！你惊人，你家己惊讲唔对，你嘛唔知影要怎讨论这个代志，所以你看日本人永春写的科学报告，讨论所长写短短短，袂晓写啦。唔是伊唔爱写，是叫伊写，伊嘛袂晓写。英国人、美国人讨论写几大篇，你讲用怎啊？我底下学问老师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讲，你要怎，你也学袂怎，同款的向歪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拢要有根据。你所讲的推测，
你必须要有别人做过，啊，你做过，才会数据给他支持。你袂使我袂讲的，每一句话拢有根据的。所以你讲啊，美国人操蛋，做一分讲十分，人迄十分、迄九分，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有根据的。啊，你讲伊有袂讲吗？迄是你受的训练，你袂晓把这个物件讲出来。啊，所以你看结果来看，人欧美的国家科技的水准较悬，日本迄阵啊输人输较济，台湾更加免讲。所以我伫台湾伫学术界，我所看到的台湾受的教育都是盘的迄款啊研究的方式，浅盘的研究的方式。简单讲就是讲，哦，你知影讲这个水会影响虾啊，会让虾啊死去。啊，你要饲虾的时候，你要注意水质。好，你这个技术会晓，斑节虾做料，做草虾，草虾做料，做大头红虾，大头红虾做到全世界虾让你做了了，你敢做一项代志？就是水质对全世界虾影响是啥？是安那会安尼影响？你变安那改变啥？无。啊，今嘛较进步啦，进步啥？哦，今嘛足侪，你看学术界足侪讲，哦，伊找到啥物会用保肝呐、啊，保护肝脏的成分呐、啊，哦，抗癌成分呐、啊，哦，做加啥物 DNA 全部拢做，但是做啥？就是这项物件抽出来，甲全部人去做这个技术做一遍，好完了，佮抽别项，佮抽别项，这叫做浅盘的研究。啊，研究了。伊所讲的话拢一模一样，同一个版本内底讲换无同款的字尔，用一个架构，这就是台湾的研究。台湾无法度对一个代志一直深入、一直深入来研究，所以这代表什么国民能力？咱来讲，全世界有一个标准，就是诺贝尔奖。咱台湾未来啊，要和世界一流国家来比拼，咱必须要开始。有这个目标，建立台湾有迄款环境，有迄款环境，才有可能产生诺贝尔奖。唔是开钱呐，唔是像教育部讲5年500亿，5年500亿，到尾拢去买啥？你知影？影印纸加墨水啦，啊，去起迄个学生的宿舍啦，迄含研究无关系。所以国民的能力，其实对咱来讲。咱唔通用这来挽救讲，哦，咱台湾搞，你搞这无人要跟你比啊！你金牌啊，美国人哪会几地？人哪会无来比这個？啊，结果你比半玻璃发明奖提遐济，赶快 P3C 十二只开600亿，啊 ，Patch 迄个直升机开要到700亿，啊，你讲讲你做遐代志，啊，用这家己来麻醉家己，干嘛讲？哦，台湾搞。这款搞是假的啦，啊，所以啊，咱国民的能力，咱来有迄个眼光，爱看下世界一流的水准，你也无法度伫台湾有迄个环境，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人，坦白讲，台湾永远都是赚血汗钱，啊、哦。第四点就是讲人的素质，咱未来。要爱有他多迄款经济，爱有迄款文化，爱有迄款国民能力，咱的素质到底有够无？爱有啥物款的素质，够到达成迄款目标？咱人的素质，咱台湾人来看，咱用读书的程度来看，咱台湾人读书的程度是全世界来讲排第几顶的。咱来看，咱对囡仔家己的囡仔。做法和美国对应的做法，你就感觉这两个国家国民读书的程度差足济。美国人伊的财产拢好像拢捐出去，台湾人加用心计较，想要给囡仔财产啊留伊，啊无伊哦，惊伊赶掉，惊伊夭掉。有一届一个小姐打电话要搞推销保险，啊都含么工作久。讲到尾啊，伊讲，我讲你爱，互你个囡仔出国去看世界。伊讲有啦，我就甲阮囡仔讲讲，你爱出去，爸爸妈妈较艰苦嘞，嘛爱互你出国，讲爱出国含你艰苦有啥关系？要出国就爱家己想办法啦。啊，你内含你艰苦，你大家
哦，台湾的想法就用揭开家己，给囡仔。还是讲哦，给囡仔是安那？迄是种自私的想法的。迄是种啊，囡仔后摆啊啊灾情伊会甲你饲，所以大家趁钱，当然啦，用老后代，这款就是种自私的想法。其实你如无自私的想法，咱拢一直徛伫台湾的这個角度来看台湾，台湾好，大家都会好。啊！大家拢想着家己好，台湾绝对袂好。所以，伫遮，咱大家未来拢是台湾民政府的行政人员，爱有即款的想法，咱开始建立重建咱即款人的素质，咱开始爱有国家的观念，爱有群群的概念。即、這个台湾好，咱唔通去计较讲，哎呦，因为咱即马接近。咱要接近愈来愈近的时阵，我就常常接到电话讲：“哎呦啊，阮囝、阮侄仔，啥物人，你毋得甲摆一个位，啊无安怎？”我讲：“你来介绍这个人，你是徛伫台湾的角度、台湾的利益，这个人有法度替台湾做代志，还是为着你的利益？为着讲哦，阮这个囡仔即阵就无头路，啊毋知咩，啊找一个工过好做。”啊，凊彩找一个人来替台湾人做代志，你是被台湾人害死的。所以，自私这个观念，自私这个习惯，咱若无改变，台湾人的素质就无法度有进步。第二，因为你自私，你就无群体的观念，你就袂考虑别人。啊，咱一个同心。讲啊，下暗时要困的时阵，是不是上盖好一边起，大家拢摆平，不要讲话，不要做其他事，一起睡。啊，有人连咪要做伙，连咪要做伙，哦，啊，吵着别人。其实啊，这内底应当分两个看法。第一，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自由，伊要做啥？我要看我困，这我的自由。你袂使讲一个命令，咱都唔是军队，讲时间到。哪一个在让我看到没有摆平，马上抓出去还扁一顿，袂使安尼嘛？但是你嘛袂使因为讲我的自由，我就要较晚困，结果我伫眠床顶伫遐咧用手机，啊手机迄个光线，互边个人困袂去。咱就因为无群的观念，啊所以互大家感觉互相妨害足大。但是嘛袂使为着啊互相妨害，用高压袂讲大家。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咱都唔是北韩讲，咱都唔是共产国家讲，哦，全部人敢敢用做一件代志，超过这拢袂使。咱来讲新加坡，我要含一个教授伫讨论新加坡的鞭刑。新加坡的鞭刑鞭雷到底啊吼，无恶社会啦，无人敢恶爸母啦，无人敢做歹代志啦。哦，规个国家做安静，做地秩序的。啊，做好了的，但是呢，这款的国家无创造力，伊变作一个机器，大家底下哦，做有好了底下噔噔噔，但是伊无创造力，创造力为带来，啊为自由来，你有创造的能力，你必须要为自由，你何伊无限制，你用做啥就做啥，美国就是安尼。英国就是安尼，世界一流的国家拢是安尼，互你自由发展，啊，你讲自由发展，敢会变作我插插你咧？即马大家拢咧困啊，我自由啊，我就开始忽然间想要讲股，人伫咧困，股提就开始讲，安尼是无？一流的国家虽然自由，但是伊有群体的观念，每一个人的自由袂使妨害别人的自由，所以也感觉哦，我不会困。伊就去别位，人即马正是伫困的所在，伊就去别位做伊个代志。台湾人，这个爱学起来，但是咱嘛唔通用到像北韩安尼，吼、哦，大家拢袂使乌白来，今仔日出去，大家拢袂使穿无同款的衫，拢爱穿同一领衫，啊，这很北韩是同款的。安尼大家敢会快乐？像新加坡，我伫英国留学的时阵，我一个新加坡来的同学。每一个拢叫因新加坡叫到要死，讲迄款国家无自由，啊！但是要倒去啊，是安那？你无创造力，
你无开发新的物件人，你自然爱去迄款社会，你待了较舒适。所以新加坡较优秀、较有头脑、较有看法的人，拢只好去美国，离开迄款约束足严格的所在。所以咱未来台湾要变成哪？要变成新加坡安尼吗？大家拢去学一个无形的压缩掉的，哦，规个拢做有秩序的，也是要像美国安尼。其实。这有当时啊，真歹选择。这都含咱人的素质有够，还是无够？人的素质无够时，只好为着管理，全部甲你限制掉，袂使食口香糖。食口香糖，拍一个，我惊死！即款国家没那大，但是你也无迄款素质，只好往安尼甲大家处理啊。啊，无即国家乱去啊。所以，咱人的素质为遮开始，咱来家己。啊！家己提醒家己，要求家己，咱还有一流国家的迄款水准，啊！你都袂互遐限制，家己限制着，啊！无为着要管理方便，只要学新加坡全部凊彩安那，你只要违规做歹代志来讲，啊！讲了后，你的创造力会因为这款压力会丧失去，你啥物都唔敢做，好、啊。第三就是咱爱。有迄个胸襟甲远见，就讲对未来，咱希望是安那，唔是讲啊，即马我着做啥物长吼，我着要安怎都安怎，因为三四人、十四人无想着讲我会发到做长，我还着做官，佮做官落就开始讲啊好啊，一声无简单，互我做官，我着开始要来吼、哦、做我所要做个代志。你要做的代志，含你的眼光，含你的深度有关系。你也唔捌字，你所看到的啊，讲起一点点啊，唔捌字要管捌字的，是一个足危险的工课。所以你啊，无迄个眼光，你咩啊，甲台湾带去一个较好所在。你敢想着讲卤肉饭就上好食啦？大家后摆食卤肉饭，只要全部台湾百姓食卤肉饭，大家都会幸福。你唔知佫有比卤肉饭更好食嘅物件，你会感觉卤肉饭上好，这就是眼光。台湾足欠缺者，大家讲啊，我咧讲安尼定安尼啦，都安尼好尔啦。你想甲到，你敢用做甲到？你想袂到，你就无可能做会到。所以这是咱台湾未来素质爱进步改变的所在。第四点当然是爱有逻辑嘅能力。等我落书课，今日来遮参加。法律的训练，就是要甲大家唔捌用过这思考能力，为遮开始，予大家一个偏方呢，予大家开始哦，代志实在爱照道理来讲，道理伫倒，啥讲安尼有道理，这就是逻辑的能力。你有这逻辑能力，你才有法度建立头前遮，这是对的，这是唔对的，但爱来做，无爱做，道理伫在，唔是去用强逼的，哦啊。今仔日啊，时间啊差不多，我就讲到这，多谢大家。